今天除了这么多的感谢以外，我在这边真的，如果是我颁的话，今天我会把最佳进步奖颁给小杰，因为这三季以来我看到他的成长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害怕。我要谢谢绿队，然后所有辛苦的黑队、红队、蓝队，所有的团队的伙伴们，然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各位你们知道吗，在这段时间里面每天他们的训练，我们是怎么训练，我相信红队也是一样的，从早到晚，中午就在地上用的垫子就睡觉就休息了，然后起来就是一直重复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问他们真的有在训练吗。 Oh my god， 他们是每天在训练，真的非常辛苦。然后我要谢谢所有用一二三季的蓝队，谢谢你们让我创造了蓝队的王朝，谢谢你。然后也谢谢团队的所有队员们给我不断的包容，然后给我很多的信心。然后最后我还想要特别谢谢姐姐，因为很多时候我的表现其实没有这么的好，而且姐姐给我很多信心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来揭晓年度最佳精彩镜头奖，得奖的是。张雄念说过一句话，青春的梦想永远是不完美，虽然我们的结局不是那么完美，但在过程中谢谢所有的绿队、黑队、蓝队、红队的伙伴，因为有你们这个赛季我觉得很完美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年度最佳队友奖。谢谢我的队友，然后其实你们才是我的最佳队友，然后蓝队真的是最佳的对手，真的很感谢有你们。那接下来就要揭晓年度最佳运动精神奖，得奖的是。因为你可能说说长不算长，说短不算不算短，但是在这四个月，我可以说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最开心，然后最享受的日子。谢谢有你们的陪伴，然后我觉得这是终点，这才刚开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棒，越来越好，继续往自己的目标迈进。已经缠斗了三季，两个人相爱相杀，当然这一季我们又更高规格，前两季呢你们两个好像只有互相奖牌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一季呢我们的绿队特别为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奖杯，然后这个奖杯是属于你的。好，拜拜，热情掌声给江宏杰，鼓励，谢谢。最后结果也许不是这么美好，那谢谢你们，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带你们拿到总冠军，但是我真的很爱你们，真的真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奖杯上面是刻有钱维娟，代表呢这就是给钱维娟领队最高的一个荣耀，我们把这个讲座献给钱维娟。实际上今天除了这么多的感谢以外，我在这边真的，如果是我颁的话，今天我会把最佳进步奖颁给小杰，因为这三季以来我看到他的成长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害怕。你们想想看，我没有赢，我当教练这么多年，我年纪长他这么多岁，那我觉得他在后面追得很紧，所以这一季以来我生气的时候是比较多的，因为我很紧张。然后这一季的蓝队，我讲实在的，创造的这个团队的队伍是比较慢一点，但终究还是来了，谢谢你们。